汽车的原型一般来源于动物等形象，而光冈大蛇的形象正如它的名字一样，来源于蛇的外形，因而也给人一种诡异甚至有些惊悚的感觉。不过作为一辆超跑，这款光冈大蛇的配置也算得上是奢华，一起来领略一下这款车型的风采吧。外观方面是光冈大蛇的新奇之处，采用日本神话中八岐大蛇作为原型，将进气格栅设计成了满口牙齿的蛇口外形，并且大灯也是与蛇眼十分相似，引擎盖上还特意设计了与蛇身相似的凸起纹路，看起来让人觉得不寒而栗。从侧面看，车身线条还是比较流畅的，不过过多的线条也还是容易显得凌乱。新款光冈大蛇的内饰设计属于奢华的风格，车内采用了大面积的大红色皮质材料进行装饰，就连车门板处同样也是皮革包裹，不仅动感十足，而且奢华感尽显。不过中控台处的设计物理按键较多，略显复杂，似乎与外形上的复杂感一脉相承。而在动力性能方面，这款光冈大蛇搭载的是一款排量为 3.3 升的 V6 发动机，传动方面则是匹配的五档自动变速器，百公里加速表现为7.2秒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动力在跑车行列来说只能算得上是表现平平。实际上光冈大蛇的亮点在于它的外观设计，不过这种形象也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得来，只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。